你成日都叫我睇咗先。好啊，我咪睇咯。我惊你啊，唔使讲咁多，你揀套作品出嚟，我陪你睇。睇咁慢过你，我马上收山。唔揀正契弟啊！讲嘢，你只扑咁惨嚟噶，一日到黑啊，净系识拣啲咩少年针啊、咩吉仙啊、小学馆啊、玉皇朝啊，全部狗屎垃圾嚟。我低温开始啊，都话呢套咁嘅嘢系唔掂噶啦，系咪？仲叫我睇啊！啊，个个想我死啊！啊，所谓岸本齐史出名门，啊，你咁嘅人迟早落地狱嘅。讲嘢，好，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动漫战举同你再讲过。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新一集的动漫战队啦。是，咁啊，翻到嚟动漫战队，今日有边几位喺度啊？系有我对面的大王啦。系，喂，唔好再玩呢招喎，唔系金文喎，而家咪讲紧，而家啲新闻蛇啊，啲听众永远唔知道我系坐边个对面噶嘛。咁啊系，系我系轩，系我系大王。咁唔知道我讲啲咩？点解今日唔系讲金文，所以唔好咁介绍法呢？就自己聽翻上集講 Perfect Blue 啊，永遠唔係完美的男歌，完全變態，咩知點解啊？係啦，咁如果你睇完套完美的男歌或者聽完個節目好有感想嘅話咧，就記得去我哋各大嘅頻道留下你嘅意見啦。首先你可以 like 咗我哋嘅 Facebook Fans Page 先啦，咁跟住喺我哋嘅綜合吹水區，係 YPR 綜合吹水區呢個群組度咧，都歡迎大家加入同埋上嚟吹下水嘅。係咁啊 ，YouTube 嘅片度下面嗰個留言啦。咁啊，近嚟都多咗喺 YouTube 嘅片下面留言嘅，咁都多谢大家先啊。咁另外就如果你话听完 YouTube 版，有时想搵翻 MP3 版，有时摆喺电脑度咁啊，或者摆喺手机度唔使烧流量嘅，咁就可以上翻我嘅主页度啦，就 youthpower.hk 啦。咁啊，当然你上到去而家个主页多咗嘢睇嘅，因为陆续都会有其他有台节目会喺我嘅主页度出现嘅，咁所以大家可以啊上去有时观摩下啦吓。咁啊，今日翻到嚟动漫战队，咁喺开始讲正题之前，系咪闲谈下大家近嚟睇咗啲咩咁之类？嗱，严格嚟讲都系四月新番嚟嘅，喺香港嚟计咯。不过呢个新番意思系，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叫新番啦，应该叫新戏啊。咁就非常之好彩地啦。咁啊，四月嘅时候咧，就连续有三套嘅剧场版系上映噶。系，应该话今个月都几过瘾都。应该话是有动画或一些动漫相关的电影都多，即系如果你睇晒都，你嗰成日出入戏院咯，我哋几个行咗几转啦，基本上都睇到破产。咁你例如储翻，又唔使破产卖血啫吓。咁啊，好似再早少少有 Power Rangers 嘅真人电影版啦，跟住之后就有攻壳机动队啦吓，真人版啦 ，Sky Johnson 嗰套啦，然后再有动画方面，咁首先有星之形嗰日睇啦，而家不过好似优先场应该之后都会继续有其他场数，冇记错四月六号开始公映咯，就系公映啦，系啦。咁然後跟住仲而家各大嘅院線都有嗰、那個在世界的角落中咩找到你嘛，係嘛？咁上下啦。係啦，然後跟住就再有一套超越曬正話我講咁多套電影同埋動漫作品嘅一套大作，就係、是、呢個 SAO 係啦，序列戰爭啊，係啦，刀劍神域序列戰爭，哇！呢套嘢真係，哇！真係拍拍手先啊！哇！真系哇！事关琴日开咪前，我同阿轩哥同埋阿其他几主持啊、新叔佢嘅就去睇，哇！顶你个肺！呢套嘢真系，哇！我人生睇过最好嘅电影啊！你真系，真系我未。乜捻嘢 ？Cory Owings 拍住杯起佢啊！我冇谂，我冇谂嘢超越到佢。我冇谂过我睇呢套咧，嗰啲流眼水咧会多过睇《星之形》噶。烧到流眼水，真系顶唔顺，我肚好痛。睇哆啦 A 梦 Stand By Me， 你都冇咁多眼水喎，一定冇，一定冇。你睇呢套啲眼水真系哇，不过笑到飙眼水。我见阿心哥用咗两张纸巾。
做咩先？我见你有个笑到想帮你抹，笑到系咁样抹眼泪，抹到湿晒。我见你有个笑到咧，我真系想帮你有个 call 白车噶。我哋喺度拍手啊，我惊你嘅笑脱咁啊！我忍笑几辛苦啊，个肚笑好痛啊！真系非常之强烈建议大家诶，中意有中意睇 S A O 嘅朋友咧，一定要入去睇啊！或者中意耻笑 S A O 嘅，唔系中意有好多种嘅，我唔知道你边种中意啦。但系你有留意过 S A O 呢个作品咧，入去睇你都唔会失望，我觉得。咁啊，当然啦，所以头先都叫有几多套戏你可以睇啦。咁相信我哋节目出街嗰一日咧，咁呢扎戏你应该仲可以揾到嚟睇嘅。咁当然啦，如果你隔咗几个月先嚟听我哋今集，就问点解冇上画嘅，咁唔好意思啊，呢、這个你啊揾哆啦 A 梦借个时光机先啦，我帮你唔到啊。咪再迟啲，你咪自己买 Blu-ray 咯。都系，我帮你唔到。S L 呢啲要买啲慢慢睇啊。啊，即系嗰时 S L 落咗画你。你 keep 住去個 counter 拍台，我要同人啊，我要同狗啊，我要同狗啊！唔同人，唔好講同狗。啊，我講同狗咩？係啊。sorry， 我要公廁啊，我要公廁啊。係，係今天。哦，今天，即係咁唔係假事。阿新叔好似話買碟啊嘛，我記得。佢話想買碟，佢話唔知買呢只買巨人啊嘛嚇。一齊啦。One of both 啊，咁啊叫做講咗啲香港近嚟嘅上畫嘅戲啦，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入去睇下啦。因為有時候我覺得就算可能你话冇几耐之后，你可以其他途径睇到，但有时难得香港有啲动画会上下嘛。而家虽然话多咗，但如果大家唔入去睇，咁相信以后就冇得睇嘅。我深信啊，票房好，因为始终要支持一下咯。我觉得难得香港有，咪入去支持一下咯。所以点解我哋本住就算笑，都要入去戏院笑嘅精神去睇死我。我系会等 Blu-ray 嘅，好开心。真系，唉，咁啊，唔系噶，我而家有时入去睇下，之前无妨啦，吓，都几开心嘅。而家有多啲动画入场睇，咁但系话有啲动画入场睇啊，咁总有啲系留翻屋企睇噶嘛。咁正如啊，今日我系要讲嘅主题啦，今日就系呢个新番，唔系，今日个就系旧番嘅回顾啦，吓。咁啊，旧番回顾，我呢个系一月啊嘛，系嘛，2017年1月，2017年1月翻早嘅回顾啊嘛。咁啊，我哋慢慢逐套逐套咁讲啦。咁啊，我哋今日讲啲番组咁，我谂如果时间 OK， 大家可以留意下 YouTube， 因为今次我尝试下会唔会讲到边套有张海报喺隔篱咁样，等大家 pick up 到系边套，唔使斋睇字啊。咁呢个啊，我时间 OK 嘅，应该你见 YouTube 而家隔篱有个啊有张图喺度啦。咁啊，大家留意下啦。咁我哋由边套开始讲起咁啊？咁啊，讲开啲搞笑嘢，就梗系由啲搞笑嘢入手啦。咁今季整體嚟講啦，一月其實係好多嘅輕鬆啊、搞笑系嘅作品嘅。係。咁就先第一套，當然就係好萬眾期待，睇完第一季就笑到眼淚水都飆埋。睇完個 OVA 之後，就開始研究一個人類身體比例問題嘅作品啦。第一季會大家覺得黑馬跑出第二。季就已經變咗係只熱門嘅馬啦 ，explosion 係啦 ，expo 即係熱門嘅馬嘅 explosion， 即係人生就係咁樣嘅。你去最高峰嘅時候就打翻落嚟咁樣，冇事，呢個冇落翻嚟嘅。咁就係呢個為美好世為這個美好世界獻上祝福吧嘅第二季啊嘛。係咁啊，俗稱美好世界狂狼 super 第二季啦。咁啊，我哋幾個都睇咗啦，我哋都知道我哋喺呢個吹水區群組嗰聽眾都一定睇咗啦，基本上每集有時候啲咩爆笑嘢，啲 capital 都會喺我哋吹水區蒲頭噶啦。咁啊，點啊？大家滿唔滿意先？呢季其實都預咗啲劇情係咁嘅。咁啊，佢做嗰啲即係啲位置都做得翻出嚟，即係比我預期中好嘅。即係之前即係如果就咁睇咗原作嗰啲小説咧，都會同動畫比咧，係真係動畫好好多嘅，肯定係。咁啊，佢攞嗰啲位攞得好好啦，咁啊變咗出到嚟睇咧就非常之順暢啊，睇落好舒服嘅，啲笑位都捉得幾準，我覺得。有冇邊個劇情啊，軒哥你睇係改得最過癮噶？佢又唔係話真係改好多嘅，不過咧佢成個即係點講咧？我原作小説嗰度咧，佢會有好多點講啊，好多唔關事嗰啲嘢咧，即係寫得係比較冇咁直接嘅。咁佢就 cut 咗啲沙石位，咁啊直接入，咁样就个感觉睇落会舒服啲咯，系啦。同埋佢啲笑位始终加埋佢嗰啲咁面目狰狞嘅表情咧，系，即系有一个都讲过啦，因为就咁面目狰狞去做啲扑街剧情、扑街桥段咧，咁出到嚟嗰个 feel 就好正噶嘛。系啊，咁啊正到一个地步，我第一次买 Blu-ray 啊嘛，你买日文 Blu-ray 添，日文 Blu-ray 啊嘛，虽然我唔系为咗套嘢咁啊，但系为咗只 game 叫做系第一次买动画嘅 Blu-ray 啦，咁啊，
咁所以呢套嘢我都好中意嘅。因为咁基本上劇情就都聽你講係跟翻小説咁走向啦，係啦，但係冇記錯，好似第三定第四本左右啦。應該就話係第二本少少加三四咧，就係今次嘅劇情啦。係啦，咁但係整體都始終本身個橋段嗰啲位都好笑噶嘛，係，即係好似淨化温泉嗰啲咁嘅嘢啊，係咯。咁同埋佢最緊要入面都叫做做得好順啊，即係唔會好似有一兩集俾你好抌波鐘感覺冇呢個 feel 咯。同埋 feel 到佢個 budget 咧比 S 1係多咗好多。咁啊，當然佢就唔會畫喺嗰啲主角樣嗰度啦。佢識得將啲錢燒喺正確嘅正確嘅地方。其實花好多錢喺樣度，因為佢不停諗唔同嘅分鏡點樣扭曲咧，係好難嘅。以前就可能扭曲得嚟，佢仲要好多 theme 嘅。我見到佢冇重複㗎，扭得嚟多 theme 同埋多變咗咯。即係以前係一個扭曲樣，可能跟住就玩咗嗰一個鏡頭嘅。而家可能喺扭曲之餘，就再做嗰另一個扭曲嘅方式，兩個搏住落去咯。啲位會見到，所以佢係多咗錢，但係佢係好識得將啲錢用在哪裡，不會用在不應該用的地方。沒錯，是。那麼這套整體來說都其實，即是這麼說，這套我都知道應該是今季大熱，或者很多人心目中今季怎麼都會追的一套，但反而可以說的東西又好像沒有上次那麼多。因為要說的東西我們之前都說過的，其實他應該秉承回第一季的做法，即是 keep 得到，還有都出來不錯。應該話呢套作品都是你想笑一下輕鬆一下的就絕對可以看呢套作品咯。冇錯，你絕對不會失望，因為啲笑位真係某啲 moment 我屋企笑過失咗控嘅，我笑到攣緊咗喺度，我係 pause， 我係冇 pause 成個，我淨係攣咗喺度笑，笑完跟住點回歪翻嚟啊？歪翻前翻三秒。咁不如呢套就差唔多啦。整体讲，我哋几个都好推荐呢套俾大家睇啦。咁啊，提多样啦。而家小说已经去到第十本噶啦 ，special 都有五本。大家计一计条数，而家先去到第四本咧，系可以无限地出落去嘅呢套嘢。系最紧要，希望我动画组之后 keep 咗翻佢依副热诚去做啊，我 keep 住唔好底裤啊。系咯，梗系冇啦。好想睇之后嗰啲剧情啊，真系。即系之后啲剧情其实都好期待噶嘛，都几好睇嘅。会唔会有啲似出到剧场版嘅感觉咧？冇边本你觉得？劇場版，因為出劇場版多數是某一個主故事得很主的，然後就扔個劇場版出來的嘛，因為日本很流行兩季 TV 第三季的劇場的嘛。他又不是的，即是那本呢是類似現在玩溫泉那些這樣，那夠不夠出去第二個地方那些這樣的。但我覺得你看了他之前 OVA 呢，你深信這個製作組自己的製作的劇場版就算是原创故事都应该有料爆出嚟咯，就算他自己做我都觉得冇乜问题。你谂下 OVA 嗰个都笑到嗨嗨啊成班。我玩咧 CC 只 game 同佢 crossover 话嘅剧情系动画组谂啊，所以问下轩哥有冇出现过先？啊，边大佬有冇抽到条底裤系抽男人嘅？应该冇啦，应该冇啦。抽男人？喺 CC 嗰只 game 入边嘅 crossover event 咧，啊，变态鬼畜和真咧系用 steal 技能偷一个男人嘅底裤嘅。呢个真系未，即系我睇到呢个笑点，我觉得应该系动画组谂噶啦，应该系。咁啊，所以啊，就算如果动画组有一日佢哋走去自己制作套啊原创剧场版都得嘅，不过暂时未有消息啦吓，大家估估下啦。咁啊，整体嚟讲呢个作品 OK 啊，大家想轻松笑下就值得睇啦。但跟住落嚟，我要讲另一套作品，好似都系類近情況，又係咪想輕鬆一下又睇得咁之類？對於我嚟講咧，我竟然我係中意呢套多過《美好世界》啊。即係今季嚟講，係啊。咁啊，就係《小林家的女仆龍》啦。係啦，咁呢套就經 Andy 做噶嘛，之前話過。終於瞓醒啦！我哋終於有啲比較好睇啲嘅嘢出嚟啦，我覺得。咁就呢套作品同京都之前最近嗰啲作品最大嘅唔同咧，就一定係畫風嘅。以前唔好係以前啦，上一套啦，例如《吹響吧》嘅《上低音號》係啦，嗰套嘢你會睇到一啲好華麗嘅 CG 啦，閃靈靈嘅金屬反光啦，或者成間房全部都是耶穌光嚟啊嘛！金屬反光，俾到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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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佢係靚嘅金屬反光。你嗰套係唔靚嘅，唔係呢套係人間嘅金屬反光，嗰個係神作嘅金屬反光。係啦，咁變世界，神世界係啦。咁就變咗呢套作品咧，京都今次嘅做法就好簡單直接，亦都投資好多錢落去，就係啲畫係仔細度嚟嘅，就唔會係一啲效果上好華麗嘅嘢啦。嗯哼。咁啊，即系畫面故之言就 OK 嘅，即系佢呢種畫我係幾中意嘅，即系偏向係咪算係比較
木顏色定乜嘢嗰類，又有少少水彩，又有少少木顏色咁啦，嗰類咁嘅感覺啦。即係作為一套輕鬆番嚟講，呢啲畫風我覺得係好夾嘅。我覺得同埋佢啲人物，我見到唔算係走美女風噶嘛，係走 cute 風噶嘛嗰首歌。係，而呢個 cute 風咧，佢拿捏得好係，大家如果對比翻呢個漫畫版咧，都幾唔同噶。其實兩者畫風，即係唔係走嗰只風格嘅。几唔同下噶，真系吓、嗯，因为如果本身嗰个原作者嘅其他漫画咧，甚至都几卖肉啊，成嗰啲，即系轻松搞笑嘅卖肉啦，当然系。咁变咗今次呢套嘅感觉系好唔同嘅，例如你见到啲小萝莉嗰种，你觉得佢真系好得意啊，软淋淋淋白白啦，嗰种嘅感觉咧系好京都嘅嘢嚟嘅，就唔系佢原作嘅嘢啦。即系原作都系有啲卖女 feel。咁、但系而家你又覺得佢呢班角色，因為我睇過少少咧，我覺得呢班角色有時出嚟個 feel 似寵物嗰個，似係美女嘅感覺，好似我揾翻張圖寵物龍啊，我揾翻張圖出嚟真係好唔同，真係好唔同，真係唔同啊！即係你而家感覺係好似係軟淋淋，即係就好似阿大雄話齋似寵物咧，好想攬住佢哋啊，即係攬落去好舒服咧，有呢種幻想，但係原作你唔會有嘅，你望住嗰種圖。咁但系整体嚟讲，咪都 OK 嘅呢套，梗系 OK 啊！位咪都做到啊，得意位都 OK， 好笑嘅呢度，好笑咪都系啦。而嗰啲笑点有啲唔同嘅，即系头先美好世界嗰啲，多数都系卖智障啦，卖智障啊，或者啲重口少少嘅嘢去带出个笑位嚟，即系堕 M 啊嗰啲嘢咁啊。呢套就比较健康啲嘅啲笑点，系多数都系一个龙嘅思想，即系佢一直一条龙嚟噶嘛，咁佢冇常识噶嘛，佢就经常去做啲冇常识嘅嘢，去令到嗰个笑位带出嚟。咁亦都有一啲温馨嘅感情位嘅，即系例如讲翻女主角同埋佢阿爸嗰啲嘢啊，等等嘅嘢嘅。咁啊，当然嗰个小萝莉嗰只嘢就红起咗啦，即系不停。嗰只嘢上网周围都见嚟，佢好红嘅，好红啊！而家即系佢太得意啦。咁而京都再一次证明佢哋系咩都得噶，佢做萝莉咧系有一手噶。咁啊，冷静啲先。不过咧，呢套嘢有冇第二季又好难讲嘅，因为京都好多时啲作品都系一季红咗之后就未必会搞落去，有阵时。呢个都系嘅，佢起码到而家都未讲啦。或者睇下佢有冇其他 project 开咗出嚟想做先咯，可能冇乜嘢其他 project 想起住，有机会就拎出嚟玩佢大把应该嘛。佢太咁就期待嘅朋友就唯有繼續等啦。又或者一樣咯，可能完咗，可能係一個美好嘅事，唔使夾硬做都未必係壞事。都係嘅，都係即係好似再之前佢哋嗰套遊樂場咁，就算佢出唔到下一季都好完整好睇嘅。嗰套金城啊，金城嗰陣時。咁如果你今次都係一樣俾到呢個咁圓滿嘅結局大家嘅話，我諗都冇乜所謂嘅。即係而家個 M 位都 end 得圓滿嘅算係。呢一刻咧係等緊結局㗎。系啦，咁但系都预计系啦，争集，但系预计都系好健康结局嚟嘅啫，唔会突然间即系又打到血淋淋，即系突然间出嚟，佢唔会变咗红毛女嗰啲嘅，我估。即系突然间嚟个魔界打过嚟啦，而家女主角红叉龙出去迎击啊，跟住死狠晒咁。我哋敢唔敢都打下嘅，即系佢玩嗰啲闪避球嗰啲咧。佢啲笑点，例如其中一个好正嘅就闪避球啦，咁大家闪避球都掟波嘅啫，但系用啲龙嘅力量去打波咁样，就四围个 area 烂晒嗰啲，即系你睇到好似阿悟空。同比达打棒球嗰啲，我悟空耕田咁好似，嗰类 feel。耕完田咧练功，跟住整烂晒发钱，嗰啲嚟噶。即基本上佢哋嘅力量嗰种笑点就会系咁样融化啦。OK， 咁啊，小林家吕卜龙，即系整体嚟讲，你都觉得诶，一套又系好轻松，想笑下舒服下嘅朋友，不妨一睇啊嘛。系啊 ，OPED 又好听，系咯，系，同埋真系都见几多人推介呢套添，即系咁贵。系啊，咁就不过有一样嘢提一提翻啦。嗱，講明啊，呢套嘢其實有少少味精嘅，即係你就如果睇到好清純系嘅輕鬆番，我覺得唔係嘅。呢度點都係有啲羅莉啊、搞笑啊、肉地啊，一定係有少少呢啲嘅要素喺入邊嘅，即係商業啲啦。佢臨尾出翻佢之後出咗嗰個大嗰、那個。嗰、那個大波嗰個女咧，係咁等出咗嚟之後，真係比較肉咗少少，我覺得係。呢個先係原作者嘅風格嚟，但係其實係係啊，即係但未至於夾死你嗰只都 OK。夾死㗎，係夾死㗎，夾死㗎，即係夾死㗎。半夜嗰陣夾到佢窒息，夾到個僆仔窒息咯。哇！依啲去參考某啲新聞寫出嚟嘅，嗰時外國啲新聞就話咩個老公真係俾個老婆嘅波夾死啊嘛。跟住就告老婆谋杀啊嘛，都市传说啫系嘛，真系有噶，抄报纸抄到可能参考过啊。咁啊，整体嚟讲呢套作品轻松下，想开心下就啊，熄你咪先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作品啦，一定要睇啦。
咁跟住嗰套就，我記得李尚貴嗰話個人嘅作品嚟噶嘛。嗱，又調翻轉嚟講啦，頭先阿軒哥咪話睇呢個《女仆龍》係即係個人個睇《美好世界》嘅。嗱，我係睇阿加布里咧，即係呢個廢天使加百利咧，我係睇得仲過癮個《女仆龍》。呢套我都係，呢三套我係排 top three 嘅，係啦。因為我即係愛埋你次序由第三位開始跑到上第一位嘅，你而家應該係。係啊，呢個次序我排。其實《美好世界》有啲蝕章嘅，因為得十集，咁但係人哋多幾集，變咗我感動完笑完之後，人哋多幾集俾我笑咧，我個印象一定係後邊嗰啲強烈咗嘅。都啱嘅。咁話早咗完，即係早啲完咁啊，《美好世界》係。冇錯。咁啊，呢套《廢天使加百列》啦。咁就又係先講畫先啦，畫咧就絕對係會輸俾《女仆龍》嘅，好老實講句。係。動畫工房我哋做就冇可能做到咁靚嘅。驚啱列秋有啲辛苦嘅呢方面，絕對。但係做到佢自己強項咯。做到佢自己嘅強項嘅。係。因為佢個古仔玩法咧，考嘅技巧其實嚴格嚟講係大過《女仆龍》嘅，因為《女仆龍》佢係不停，正如我哋上一次講新番嘅時候都有講啦，攝一啲嘅黃色全畫面，即係整個表情符號做分鏡去落cut噶嘛，易做噶呢樣嘢嚴格嚟講。但係《廢天使加百利》就唔同，佢係完整一套動畫去一集嘅嗰啲嘢。咁你所有嘅笑點、所有嘅連貫需要嘅技巧就大好多啦。即係佢處理個作品上要顧嘅多過之前嗰套啊，應該顧好多。正如上次我哋講話，有啲分鏡都係佢哋公司原創嘅，原本漫畫好輕輕大過嘅，佢可以拿捏到個笑位，將佢發大嚟玩噶嘛。嗯咁啊，呢套作品即系一路睇落去啊，或多或少我系有啲失望嘅，就系花集唔够 S 咯，太多咯，唔够多嘅。佢唔够 S 啊，我觉得第一集 S 完之后，佢纯粹系当嗰个恶魔系傻仔咁玩咯。嗯，佢会派只狗去抢佢个蜜瓜包，派狗去抢蜜瓜包，根本只狗系佢噶嘛，佢啲 friend 嚟嘅。哦，即系搵人抢走佢嘅生存意义。系，佢排咗两个钟头嘅限量版蜜瓜包，一下俾人抢咗。是玩呢啲嘅，咁啊，同埋佢都即系成套嘢都是玩嗰啲天使恶魔的感觉啦。我记得你上季话系咪天使大嚟玩 online game 杀到个光环变咗黑色啊嘛？哦，其实而家都是咁样，即系一路 keep 住都系玩呢类 keep 住争啲变堕天使咁半噶嘛。咁啊，后面我好中意佢咧，成日走去魔界 .com 嗰度订购啲嘢翻嚟，谂住玩，我哋玩咗天使，总之全部买埋晒啲垃圾，即系电视直销嗰啲咧，喺度信晒嗰啲广告。即系买啲垃圾翻嚟，所以今次跑得最出喺呢度作品最红咧，就绝对系红头发嗰个傻婆嘅，即系恶魔比较傻嗰只。Satania 系啦 ，Satania 非常即系 Satania 嘅红系因为佢真系好戆居，佢又俾只狗玩啦，即系同天使喺挑机，佢每一次都系输噶啦。买完支武器，然之后同个天使又讲：我用支嘢射你，跟住天使又试咗先啦。你有冇试过噶？会俾人呃噶？跟住佢就覺得個天使好好人啦，嗱我幫你試下啦，個天使就兜槍白埋啦，係，你白翻佢自己，即係佢就係蠢到呢個咁嘅地步，佢蠢到呢個地步，係啊，又諗住去天堂嗰度，大雄嘅 level 嚟嘅喎，完全係俾阿大雄應該醒啲，係俾阿大雄醒啲，係俾阿紀安坤嘅啫 level 嚟嘅，大雄醒啲，大雄會揾阿叮當求救咁啊，哦，佢冇噶，佢每一次都咁蠢，佢冇叮當，佢最多去魔界 .com 嗰度掟多樣嘢翻嚟俾人再玩多次，即係佢係唔識報仇版嘅大雄，即係同樣都係俾紀安坤到。都系、啊、另一个笑点位就其中一集系佢好正，就系、是、走去偷渡去天堂嘅方法。偷渡去天堂，因为佢话佢要入去天堂度整蛊啲天使啊嘛。咁佢偷渡嘅方法就攞个真系金属环加条铁线顶咗个头顶咯。嗯，佢就觉得人哋唔会捉到佢啦。有创意咯，系即系总之 ，Satania 嘅好事就在于佢每一次都好有创意，去谂好多嘢，但每一次都失败收场。咁而阿花泽配嘅角色每一次就话我好开心啊，睇住佢点死咧，阵间即系佢望到佢啊有新嘅 plan 过嚟咧，跟住又喺度好期待去睇阿 Satania 喺度点样失败嘅感觉，哦、即系黄子华话斋啦，睇人扑街最开心啊，冇错系，所以我哋都睇得好开心咯、哦，我都睇得好开心。即系香港人最中意睇人扑街噶啦，当然啦，所以中意睇人扑街嘅朋友啊，睇入边佢点样扑街法就好开心啊，冇错系，系啦。咁啊，提一提埋啦 ，OVA 入面咧就會有一個、啊、特別嘅怪物出咗嚟，就同我哋阿捉手王朋友應該有啲 friend 去做嘅。我即刻 cap screen 俾佢，佢即刻問我呢套咩嚟？我見軒哥 cap screen 俾阿捉手王啊嘛，佢即係問咩嚟㗎？佢隨時清咗套嘢應該。可能係啊，咁樣唔出奇。我當年啊 cap 咗一張食擊嗰只相俾佢咋，食擊第一集咪玩捉手嘅，我 cap 咗一張俾佢咋，佢成套食擊清咗啊！
啊，這個可能都會而家咁。佢基本打俾佢，隨時係清咗嘅友仔應該。出奇啊！咁啊，呢個就差唔多啦，係咪都？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啦，如果你硬係要俾畫質咧，就唔夠人俾。但係如果你話講整體嘅故事嘅完整度或者吸引度咧，我覺得就有得揮啊！甚至我自己就中意睇廢天使多少少。嗯，因為有時又唔係一定話畫質衝到好高先叫過癮啊嘛。你睇埋作品入邊啲橋段或者成程出嚟舒唔舒服，我最緊要係佢就真係會比起呂卜龍少啲商業味，我覺得。嗯，商業味都幾重嘅，其實呂卜龍。嗯，不過京都而家都幾識計呢啲，即係佢點樣做多咗唔同作品，即係計啲數時都計得幾好嘅。咁、啊、可能商業上，咁、哦、始終而家商業上都覺得小林家呂卜龍好似係跑出多過呢套小笑咯，只可以講。商業計算上，我諗京都今次係一個 good job 嘅。係啊。咁但系兩套作品，即係應該話咯 ，Why not triple 咯？如果你想輕鬆啲，頭先三套都 OK 嘅，完全會睇曬。但跟住要講嗰套好似都係開心嘢嚟喎，係嘛？唔係 triple 噶啦 ，tetra 噶啦，要四隻。哦，啊、即係入第四球嗰叫咩啊？大四喜，大四喜係嘛？含上下話哦，大四喜係嘛 ？OK， 咁啊，大四喜啊，去到啊？咦，乜踢波啊？大四喜嘅咩？唔知啊，亂噏咋？啊，我先信咗喎，你有冇信啊？我信咗，係咪我係咪戇居咗啊？哎呀哎呀，冇啊冇啊冇啊，哈力士啊，哎呀，真系我居然信啊！恭喜晒，恭喜晒，我真系恭喜你啊！真系恭喜你啊！咁啊，跟住讲嗰个作品咧，就叫亚人将有话要说啦、嗯。我记得上季我仲问你讲呢个亚人同另外嗰个亚人有冇关系，咁你话唔关系，呢套开心好多，唔系嗰套变咁癫嘅。咁啊，呢套咧其实就偏向系讲，即系点讲？去到后面系偏向讲佢个老师同埋嗰几个人嘅关系多少少嘅。嗯就唔係好似之前頭先講嗰幾套咁樣嘻嘻哈哈咁樣日常生活咁嘅感覺多少啲咯，同埋之前咧以上嗰幾套咧，呂卜龍同埋呢個廢天使有個特點啦，就係、是、其實全部都係女嚟嘅入邊，係冇仔嘅。咁阿仁澤咧個老師係一個男人嚟嘅，就好大隻嘅，好大隻，係、嗯、啊！我記得上季我唔好似話咪成日降年嗰、那個咁啊嘛。系嗰啲嚟噶，阿姆士同咁样，系嗰类 feel 嘅，诶嗰只 feel 啊嘛，豪腕咁样嘛，你讲。咁就，但系呢套作品比起上面嗰两套，甚至系三套咧，就有一个几唔同嘅地方嘅，嗰、那个叫做清新感系再高啲嘅，嗯，即系商业味系更少嘅。因为我记得呢套上次你就话系讲啲亚人嘅意思，就系一啲唔系人类嘅种族啦，异于人类的种族啦。即系例如又有无求骑士，唔系美好世界嗰件啊，亦唔系嗰套咩移民录啊，系啊，总之有无求骑士，咁然后又有其他唔同嘅叫做非人类嘅种族之类啦，好似跟住有雪女啊、吸血鬼之类咁噶嘛，最紧要个魅魔啊，我魅魔，嗰个真系重点嚟噶，个老师系个魅魔，佢只要做少少嘅就会令到隔篱啲人全部心动噶啦。我记得你嗰时又话系叫做讲下老师点同呢班人。相處之類咁啊嘛，去了解佢哋呢種特質咯，即係譬如話佢哋會怕凍啊、怕熱啊，佢哋嘅即係同普通人唔同嘅特質咯。其實我聽過係咪有少少想，佢會唔會想拉開少少講下你點同啲非你族裔嘅人去溝通嘅 feel 咧？啲少數族裔嘅感覺咯，即係有少少想講呢樣嘢，係嗰種感覺嚟嘅。但佢就攞個題目就輕鬆啲，唔會一理就牽涉到啲種族啊、宗教，而係膚色之類搞笑啲嘅輕鬆啲。咁就啲將個 message 拋入口啊，應該係有咯，但我覺得都未係好重嘅，我都係覺得輕鬆搞笑翻多啲嘅。咁、嗯、但係啲笑點就第一冇乜鹹濕位嘅，好少啦，比較平淡，好平淡。呢啲係你係會覺得搭落啊，但係呢啲角色嘅描寫就好真實嘅，因為佢多咗好多係描寫個性格嘅嘢啊、嗯、思考上嘅嘢啊，呢啲就會喺亞人掙度多好多俾你。係啦，呢套我睇得都好舒服嘅，其實我覺得都呢套嘢。即系冇之前我哋头先讲嗰几套咁似近代嗰啲商业作咯，咁呢套就比较上系即系点讲咧？佢系系咪倾佢偏治愈少少咧？又去唔去到偏治愈啲嘅？我觉得呢套即系同头先几个比嚟讲，系、嗯、即系个时间密度有少少唔同嘅，同埋可以睇一睇就系、是、如果你喺节奏嗰方面系啦，尤其是啲笑点同剧情嘅密度，如果吕卜龙同埋废天使咧，你系感觉到啲嘢系有计算好密嘅，即系我要你几耐笑一次，嗯、大概可能31个笑点，5分钟一个笑点系计算咗嘅。但系亚人站我感觉就系、是、成集你先可能笑几次嘅啫，就唔会系 keep 住爆 keep 住笑 keep 住爆 keep 住笑，唔系嘅，而系一个叙事，而笑点只系入边其中一部分嘅东西俾你咯。嗯。
即係可以話係一個叫做輕鬆或者偏治愈嘅故事，慢慢咁講，就多個係做笑點出嚟，咁樣去形容。如果以食嘢嚟講，前面嗰幾個就係好勁嘅 set lunch pad 好曬俾你嘅，好精彩嘅。呢個就好似食完碗面咁咯，你係食一碗面嘅，就烏冬嚟添，可能清淡，但係整體就好食。但你唔會話有前菜後菜啊咁咁緊密嘅嘢俾你嘅，係舒舒服服你食咪走咯個感覺。但係就睇落好舒服嘅呢套嘢，係啦。咁啊呢個建議咁即係又係 OK 啦，值得睇嘅，值得睇。應該其實數翻呢季都幾多輕鬆翻去睇嗰次幾好，因為之前試過有啲。有啲季咧，有啲某啲翻組嗰陣咧，好似嗰季冇乜嘢輕鬆嘢咁啊嘛，呢個係好繃緊噶嘛，一次過俾幾套你而家就，依一次俾幾套。咁啊，順帶一提，咁呢套嘢咧，我係推薦大家聽嗰只 ending 啊，係要買 high res 嘅只 ending。嗯，其實我係想買咗，梗係要買啦。係啦，咁啊呢只我好中意嘅，係啦，咁啊有興趣可以睇睇啊。三月帕塔士亞係嗰對嘢唱嘅，係。咁啊，即系大家就留意好作品之余，就不妨就留意埋直播啦。唔会飞噶，你只 E D 系 OK。咁啊，跟住就讲埋，应该系我嘅呢节 last 要讲嘅一套作品啦。嗯，就《正中军的复仇》啦。咁呢度好似阿蛇哥你又清咗嘛？系嘛？清晒嘅。系。我覺得都算拿捏得幾好噶啦，即係呢套作品嘅動畫化嚟講。我記得你話個古仔好似就係講個肥仔唔知俾條女飛咗定點，跟住之後就減咗肥翻嚟，要揾到報復咁之類啊嘛。係啊，就咁簡單嘅啫。但係你話啲報復又唔係話玩到好恐怖嗰只，即係近乎嗰係將佢卷廁紙咩掹咗啲廁紙，冇廁紙用啊。佢都冇添啊！哦，即系冇跟住摆翻沓沙子噶，你揾试用呢沓啊咁样啊？因為佢到最後係真係中意條女，根本佢報仇失敗啊！咁如果喺漫畫嘅劇情發展，根本當解咗個謎，知道當年點解話佢以為俾人飛咗，其實佢冇俾人飛嘅，係啦嘅一個誤會解埋之後咧，基本上一套戀愛翻嚟嘅。咁頭先聽個劇情，好似以前唔知邊個劇集嗰啲劇情嚟嘅，就幾即基本上一般個戀愛劇嗰只 feel 嘅。係，所以正中軍的有啲日劇或者韓劇都用呢啲橋段咁啊。係啊，只係一套好戀愛嘅劇，佢表面上就話同你講復仇，其實都係輕輕鬆鬆啊，有陣時開下後宮搞下笑嘅嘢。啊、但係勝在有一個好處就是個男主角雖然身邊多女。但系唔係好後宮，即係我個個要食，即係唔係自助餐咁款嘅。唔係嘅，佢由頭到尾佢目標係好清晰嘅，就係、是、要追嗰個女主角，又飛躍。但佢每一次去追嘅時候咧，就心動噶啦。跟住就係粒死，好似真係中意佢。即係佢其實係想翻去溝完佢，跟住飛咗去狠狠地啊玩兩鑊。但每次翻過又有啲沉船 feel 咁樣。係啦，基本上每一次去沉船啫嘛。會有啲沉沉地嘅 feel。佢冇成功過可以即係脱離呢個沉船㗎。啊，即係 keep 住喺度攞支管喺個水度浮下浮下咁樣啊。都係潛水艇嚟㗎。潛水艇啫。係啊，咁就一樣啦，輕輕鬆鬆。如果你想睇啲又有啲戀愛啊，少少搞笑啊，咁就不妨一睇啦。嗯。但係比起頭先之前講嗰四套咧，我就覺得遜色少少啦。係咪聽個普通啲咧，會係成套，即係聽落比較普通。因為頭先我聽人都話有若干電視劇嘅時候，可能都類近橋段咁去做噶嘛，啊、可能就冇咗聖話幾套有啲驚喜俾你咁咯。冇乜驚喜，好大腦嘅啫。嗯 ，OK。咁但係整體嚟講，你算唔算推介同埋試係有時間就睇，冇時間就算嗰只咧？啱啱一月咁多嘢睇，睇完先睇啦呢套。即係反正下季冇乜。即如果夏季你冇咁多嘢睇，有時間剩就不妨攞嚟望一望咁。望一望啦，或者你係原作漫畫 fans 嘅就睇睇無妨嘅。嗯，係啦。但原作漫畫嘅故事走向都係差唔多，基本上冇變過，一模一樣。咁、而如果根據佢動畫嘅結局咧，係應該可以出第二季嘅。即係未擺明居馬，係未啊，都應該出得到添。咁啊，睇下銷量啊，公司有冇錢啊，後話啦，呢啲就。即系男主角继续沉船之路咁样可以去嘅，佢唔系沉船嘅，最后上咗船啦。哦，即系点啊？跟住讲上船放闪咪就喺度。但系漫画嘅走向究竟佢哋系会放闪定抑或个男主角系要飞去咁啊？啲系啦，定抑或阿男主角会变翻肥仔啊？等等都要睇连载之后嘅发展啦。哦，即系有得玩啦吓。咁 啊，今节就叫同大家讲一啲真系都几轻松嘅作品啦。呢節我係可能又講輕鬆啦，聽眾唔知道有冇有聽過好輕鬆啦咁樣啦。咁啊，跟住嗰節翻嚟就唔係話冇一啲輕鬆嘅嘢，但係跟住嗰節翻嚟咧，就可能有一啲令你有多少少緊張感嘅作品出現啦。咁啊，不如休息一陣先啦，轉頭嗰節翻嚟再動漫戰都同大家慢慢傾啦嚇。好，休息一陣先。